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海鸥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清热降火的金银花雪梨冰茶，非常适合夏天饮用。这款产品用到的原料有雪梨、特调黄金果糖、金银花、栀子花绿茶以及冰块。先在杯中加入60克雪梨冰，在雪克杯中加入120毫升栀子花绿茶、130毫升金银花、20毫升果糖，用8勺搅拌均匀，再加冰块到450克度线，一起将它雪克后，倒入杯中至8分满，最后加上雪梨片、薄荷叶做装饰，这样就做好啦。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咯，了解更多茶饮产品制作以及开店干货，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兔奔跑茶饮学堂，记得关注我们哦，拜拜。